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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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那你是不打算离婚啊？尤其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死都不会离的。出去吧。贾恩要把房子卖了，跟我离婚。这事儿我也听说了。冯伦，我跟方向，我们俩有房子，我们不会惦记老爷子的小院的，这点请你放心啊。你跟圆圆不用太着急。着什么急了？不是，哎，你说，咱爸这怎么能拿卖小院这事儿糊弄我呀？咱爸那是激励你呢。好，激励吧。这回圆圆真要跟我离了，我跟你说，咱爸激励你是偶然事件，贾圆要跟你离婚那是必然结果。尚美晶，你跟袁姨单位天天见面，她是外边什么情况？我也当了你几年大舅子了，有什么话你得跟我实说，我撑得住。哎呀，没有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袁是那种人吗？这事儿啊，还得怪你。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天天在家打游戏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你像话吗？这圆圆每天在台里多辛苦啊！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你不想离，其实我也不想离。这么着啊，三儿那儿，我去替你跟他说去，我让他积极配合治疗，让他给你好好过日子去。但是圆圆那儿，你能不能也帮我打听一下？我现在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他真打算跟我离啊？还是跟我赌气。这些年咱都大了，家里事儿多，一直没找着机会。小时候啊，你老觉得二哥瞧不上你，其实我真没有。我到现在还记着，当年咱爸从陕北把你领回来那天什么样。我看着你第一面，其实我心里特高兴。突然之间多了一小妹妹，我方乐当哥了。后来你就天天的屁颠屁颠跟着我屁股后边，一张嘴啊嗯啊嗯啊嗯啊，我说老饿什么呀？说刚吃完吗？还饿？我教你说普通话，你还老拧着跟我干，不学。你当年那样特招人烦，你知道吗你？这些年给你的关心不够，大哥对不住你。再后来你就找了尚美晶。其实老尚这人啊，除了岁数大点，有的时候说话办事娘们一点，人对你不是还不错吗？听二哥一句劝，人啊，没有。知道，你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音乐，但是现在耳朵出了这毛病，你也别上火，别着急，现在这医学多发达呀，再不济，咱爸岁数大了，不是还有你二哥我吗？二哥答应你啊，我就算砸锅卖铁。
帮你完成你的梦想。实在不行了，妹，你就回去，踏踏实实跟老尚过日子。将来再生个孩子，等孩子大了，我帮你培养。你没完成的梦想，那你孩子替你完成不就结了吗？啊？方乐让你来找我的吧？哎呀，真不愧是著名主持人啊，看问题一针见血。我们俩的事你别管啊。我才不想管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！哎，我就是心疼你。这自从大姐离婚了以后吧，方家就咱两外人，被全家人指责围攻的那种感觉啊，真的是不好受。你的那种孤独无助啊，我懂你。咱俩性质一样吗？您那是刑事犯罪，必须要立功赎罪。而我呢，我干什么了？我一个人，我做牛做马，为了那房贷起早贪黑的，还都成我的不是了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你跟方乐闹别扭，到底是因为房贷还是因为大姐？要是因为房贷，真没必要，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。要因为大姐呀，就更没必要了。没听说过因为大姑子闹离婚的，那你再找一个怎么？保不齐人也有兄弟姐妹啊，那我就非找一独生子。独生子早就被父母宠坏了，那还能要？您再换一个人伺候，你有瘾啊。所以但凡你们俩呀还有感情，那就再努努力。我觉得我太累了，我都没劲儿再去爱了。我这大舅子，你这老公啊，是确实不省心，胖、懒、不求上进。不过他对你是真好，他是把你当成全世界的，这点我可以打保票。我这么做吧，既不是为了房贷，也不是为了大姐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咱们上回不是来过吗？这不没几天，怎么又来了？来，吃个牛奶。啊，大早上什么也没吃，那我排队去了啊！啊，你坐这儿。都老夫老妻的了，还这么腻歪？哎呦，眼热了。我们家呀，都是我们那口子伺候着我。哎，得了得了，谁还不知道啊？那是你们家老头啊，专门给你长脸了。老钱，啊，愣什么神呢？哎呀，我想我儿子呀，想你儿子。你儿子在国外挣的是美金。你看你穿的全是名牌，这都不重要，关键我是见不着我儿子呀。这我哪天要是倒不上这口气儿来，他给我赶回来收尸都来不及呀。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这是老蒋，我可能是得了癌症了。假如生活。
在家他还有未来。姐，要不然您去跟他谈谈。我觉得您说话他一定听。向向，我跟你说哈，冯主任是耳鼻喉国宝级的专家，他的号一年都挂不上。要不是邢山柱帮忙，你根本就看不到他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，邢山柱？当然，你呀，机会难得啊，抓住机会好好问问啊，问清楚。谢谢姐夫。客气。 声音啊，都是由神经传导的，所以一旦我们的耳神经受到损伤、麻痹或者坏死，就无法避免耳鸣，重的就是耳聋。这种病变的最后结果呢，都是因为我们耳神经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伤，功能下降或者完全坏死。因此呢，无论是耳聋或者耳鸣，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耳神经的损伤，只有通过修复或者再生激活耳神经，才有可能治愈。 大夫，这能治好吗？病人的现在的情况呢，比较复杂和棘手，但是并非不可治愈，可以通过后期的手术修复恢复部分的听力。什么叫部分听力？就是经过手术以后恢复完全听力也是有可能的，是可以完全恢复的，但你要配合医生。听不见，听不见。关键一点。 就是你要建立起信心，第一个呢要配合治疗，第二呢要保持现有听力，不要再受到刺激。小象，小象。 贝多芬独居啊！得学贝多芬独居孤独，这有必要吗？这个。 在这里，也算是独居。这里特别安静，你什么都听不见，对你耳朵好啊。我在这儿，独居。哟，你今天真……别走，别走，别往里走，别往里走。我刚拖的地，哎呀！ 来换鞋。今天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不干活吧？你数着我，一干活你还不习惯。行了行了，这不是你干的事儿，来来来，我来我来。来来来，饭都做好了，菜洗好了，就等你炒呢。是吗？对了，我得看看洗衣机遇到哪儿。啊，你洗衣服了？啊！哎呦，我看看吧。你看看。 你这是啊！你看看啊，这件白色的衣服跟这些深色的衣服，它不能在一块儿洗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不洗花了吗？哎
没事儿，到时候一晾干就没事儿了。什么没事儿啊？圆圆刚给我买的新的羊绒衫，你看都洗缩水了，你真是添乱。你今天表现这么好，你肯定是在外头有事儿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儿了？要不就是打牌输钱了。你说话呀你！真没事儿。不可能。就看你今天的表现就奇怪。我们几个姐妹说了，你家老爷们儿回家呀反常，又是拖地又是做饭，干他平时根本不干的事儿，那他在外头一定是干了坏事儿。我能干什么坏事啊？你说，真没事儿，我就心疼你，整天都是你一人干，我先表现表现，真的。我说你们女的就是，像我们老哥们都说了，男人一回家干点事儿吧，女人准怀疑，越做好事越怀疑。就像我们厂的李主任，我们的工友，他就总结一条，他只要从外边喝着大酒回来啊，衣服往床上一扔，鞋到处乱踢，发一顿脾气，给我水，给我水，发一顿火，这媳妇儿保顺顺溜溜的，服服帖帖的，让他干啥不让他干，让他都干。你别给我扯那个，反正我不信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不然我就不吃。我要说了，说你可别生气。嗯，我说了吧，你肯定有事儿。说吧，你还没说呢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呀？我呢，自己啊，偷着藏了点私房钱。嗯？你看说好不生气的你。这事儿啊，我早就知道。你都知道了。哎呦，就你那些事儿，你还能瞒得住我？说吧，藏了多少钱？40？400？4000？40000？40？哟，老头子，你藏着40万呢？什么40？哎呀，40000！40000也不少了。好好藏着吧啊！你那点钱呀，花不着，将来都是咱们家圆圆的。嗯，是啊，早晚都是圆圆的。那咱们呢？咱们先消费点啊！你要干嘛？下个月不就是咱们俩那个结婚纪念日了吗？我想呢，咱们也拍个婚纱纪念照。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总是喊，每年喊去拍个婚纱照，你都不跟我去。你今天你太奇怪了。哎呀，咱过去不是没钱吗？咱现在日子过好了，咱有钱了。你有钱超难的，多贵呀！你看我们那个李主任车间那个，人家和他媳妇拍的，年轻多了。跟你说，哎，再一个，咱拍完了，咱自己留个纪念。再说也给孩子留个念想。嗯，那你快给圆圆打电话，看能不能打折。要打折，我就跟你去。报着开会呢啊！你有什么事儿说？你不说认识一个婚纱店的老板吗？我和你妈呀，下个月就是结婚纪念日了，我们俩呢想拍个婚纱纪念照，你给联系一下。你妈说不是能打折吗？你那意思不就不花钱吗？行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我们自己联系啊。他姓什么？啊，姓吴。电话13914522311。喂，你妈都打过去了。吴经理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电台里那个圆圆的妈妈。
哎，对对对，你好你好，我们呢想到你们婚纱店去。可以呀，啊，那好啊好啊，那什么时候合适？明天呀。好好好，那几点呢？啊？4点钟，现在都3点多了。哎呀，这赶紧抓紧去啊！对呀，咱不是得赶人家第一波吗？嗯，要不然人家不就不给咱打折了吗？哎呀，那裤子，哎，哥。哎呀，姑娘，画画就行了。我这岁数了，再怎么画也没用。谁说的？画画还是好看，年轻了好几岁呢。你看我这睫毛一粘，真漂亮。小姑娘，你画的真好，就是这个脸是不是太白了？阿姨，我都不习惯。阿姨，这样上镜好看。哦，是吗？对的。哦，还有这个衣服，哎呦，绷得这么紧，我幸亏早上没吃东西。老头儿，你看，老头儿，你瞧这人还睡着了他。可能你们今天第一波起得太早了。对呀，太累了。可是第一波便宜呀。哎哎，老头儿。嗯，哪儿哪儿照？这个好看。来，往前走走，再走，对，好嘞，不错啊，好，来，两位笑得再开心点，叔叔开心点，来，哎，对，好嘞，哎，好，换下一场景来。省吃俭用，就算省点钱啊，给圆圆留着。哎呦，太凉了，风大行吗？你看，咱们圆圆打上学到工作就没让咱操过心，就是找着方乐。我跟你说，一提他我一肚子气。哎呀，这小子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啥不剩，就靠一张嘴哄着咱们圆圆。本来我想啊，这方乐要是争气的话，咱就把房子和钱都给他们。从现在看呢，我跟你说，还不如咱自己吃自己喝自己花了呢。咱好长时间没打过车了，咱打次车吧。哎呦，别了，打什么车呀？咱们有退休证，咱们坐公汽车不要钱。哎呀，不要钱，咱给谁省啊？不车来了吗？
今天我请客啊，你家保姆呢？又去找孩子了？又去了？这次去的是广东，上次去桂林就是我给拿的费用，这次也一样，成家常便饭了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孩子丢那么长时间，你就甭找了，找回来也是光别人叫妈了，在身边看着也难受，就是不听。那不一样，现在的孩子要不要都没什么用。你看我那儿子，有儿子跟没儿子是一样的，每次从国外一回来，你想见他都难，天天忙啊忙啊的，吃顿饭都得求他。前两天不是还发微信说妈妈我爱你，多贴心，嘘寒问暖。你看看啊，他怎么嘘寒问暖的？妈妈我爱你，看全是复制连接，半个月一条，钱一给打过去就没音讯了，给他打个电话都不接，这小浪崽子。哎呀，现在还记我仇，说头一次给送到美国去，挂了一个无人带领小孩的牌子，说像寄包裹一样给他爸寄过去了，在国外没妈陪，在国内没爸陪，就属我和他爸最潇洒。孩子是挺可怜的，你也真是够狠心的，那么小就给人弄国外去，一年百十来万的生活费学费，他可怜。孩子最重要的是跟爸妈待在一起，他可不这么想。我那么辛辛苦苦培养他，你猜他回来跟我说什么？妈妈，你和我爸这常年分居还维持婚姻是不道德的。他这么说？对呀，说你俩赶快离婚了吧。真的？白眼狼一个。你说要不是为了培养他，我怎么忍心把他爸外派美国那么长时间？要知道他这样啊，当时我就不该生他。谁让你生他了呀？这个你呀，跟我妈简直就是同款。你们这一代人都有这个问题，干什么不顺心都怪在孩子头上，啊，考不上好大学也怪孩子，找不着好工作也怪孩子，不敢离婚还是怪孩子。我问过我妈一个问题，我现在替你儿子也问问你，谁让你生他的呀？你谁呀你？谁呀这是？新来的。太没礼貌了，这也是。开了开了，别生气啊。哎呀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你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吧，净给别人让座了，现在我们老了也没人给让个座了。哎呀，让啥让啊，忍一忍，过两站就到了。什么忍一忍呀，那么远。哎呀，再说就你这体格，整天整天的跳广场舞，你也不觉着累？就是，你们老年人玩了一天，我们年轻人累了一天，凭什么跟你让座？哎，你这姑娘怎么这么说话啊？啊，谁没年轻过？我们年轻人也累着呢，你给我让个座就怎么了？就不行了？行了，少说。你看看他说的，哎，谢谢姑娘，谢谢谢谢。谢什么谢呀？我坐。哎呦你，我你干嘛呀？哎。对不起，姑娘，谢谢。你坐，你坐，你坐。看你，看你少说，人家怀孕了，你这这样。怀孕就不能想了吧？我就是跟他说什么，别说，我就跟他说说，说什么说？他年轻人，他怎么就不能跟我们啊？不去，不去，你跟这，就是、哎呀，你至于吗？你跟一个孕妇较那么大劲有意思吗？满车的人看着你也不怕人笑话？谁跟他较劲了？本来早晨我就不愿意跟你来，一上车就惹了一肚子的气。你说咱们好好的非要体检干什么？能吃能喝的，万一查出毛病来了怎么活呀？这每年都例行公事，你不查白不查啊。反正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哎，行了，我去，就我在这儿等你，你去吧。你看你这人，你说。把手放下去。你以为你谁呀、啊？用得着你来教训我的客人吗？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，对吧？
我最讨厌这种妈了。把手放下去。自己一事无成，把责任都推在孩子身上，算什么呀？哎，你应该不是这种妈吧？你孩子男的女的？门口有一车啤酒，你一箱一箱把它卸下来。你都不许帮他。好。诸位，我们在精神上支持你，鼓励他一下，加油，加油。贾星光，吴光辉，大夫，大夫，贾星光，吴光辉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哎呀，我爱人胆小，他就怕身体查出什么毛病来。不能怕呀，是吧？有问题该检查的检查，查出问题的该治还得治。你呀，还让他来一趟吧。有什么情况，你就跟我说吧。啊，那也好。这贾星光还真有问题，身体情况不太好，他胃里长东西了，你看看。你回去告诉他，再来检查检查。下一位郎君。大夫说吧，是你血糖有点高，让你少喝点粥，少吃点甜的，要那个，要多喝点水。哎呦，我以为多大事儿呢，你没骗我。我骗你干什么呀？要不你自己看看。我就不看了嘛，你看就行了。我早知道咱俩没事儿，走吧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没事，老爷子。哎，怎么其他人了？嗨，都罚站了。不是，都吃饭了。不是，就你一人在这干呢？啊，谁让咱老板是个女的呢？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我就说了一句实话，她就让我一个人搬一车啤酒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我刚认识她那会儿，她不这样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整个跟变了人似的。哎，每天就跟那些分了居的、离了婚的。啊，丢了孩子的女人一起嚼舌根儿，有事儿没事儿就麻烦咱们服务员，这整个一个更年期提前嘛。哦，还有这事儿呢？啊，完了！哎，你干嘛？您慢点。我帮你搬，帮你搬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真行吗？行，别退了啊！哎，谢谢啊！哎，小伙子啊，那你干什么呢？我可不是服务员，我是歌手，是唱歌的呗。啊，那你是民族的还是唱意大利发声法的？趁热吃，赶快趁热。你做这牛肉面太好吃了，真的。我是民谣。民谣啊，还有这种唱法？当然了。那是不是就是原生态的？好吃吗？啊？我是今天给你们做啊。这是欢喜还是反击了？这是方。哟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帮着他拿啤酒的。你帮着拿什么啤酒啊？你可真会用人，自己运。走啊！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我想跟你说说我二家的事儿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吃的面不是山西的，也不是陕西的，是我们方家的啊！真好吃，真好吃！我爸做的比我做的好吃，爸以后给他们做一次啊！真好吃啊！我爸做的比我好吃多了，祖传的啊！爸给你们做着吃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方乐不争气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离离离就离吧，离你小子一
天大晚就这么折腾，谁也受不了。离完了呢，踏踏实实找一份工作，完了在事业上干出点成绩来，再找一媳妇。我估计啊，要想找圆圆这样的，不太容易了。啊，现在当务之急啊，得让他有事儿干。你这没事干，那闲着就废了。我在琢磨着呢，我说你看你这儿能有什么活儿？什么这个搞个采购啊，什么算算账的什么？你看，方乐他懂吗？不懂可以学嘛，这也没什么高科技的。好歹啊，他是你弟，你用着你省心。你就是买个东西，他也不会贪污你的，是不是？再说你看他身大力不亏的，弄啤酒箱子，比那个刚才那唱歌那小孩，那要强多了。他一个顶他仨，哎。是咱们亲兄弟明算账，你一月给他开一份工资就行了。这酒吧要是您的，您想怎么安排他都行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人家小鱼的，我也是来打工的。我把自己弟弟弄来，让人怎么想啊？哎呀，这倒是，这事是难为你了。要不这样，你也别给他开工资了，你一天管他三顿饭，给他点零花钱。那他干嘛？只要不让他闲着就行。哎，小伙子啊，还干呢？嗯，不是我跟你说，就他这身子骨啊，不适合干这活儿。你说咱们家方乐要是干这活儿，那就跟玩儿似的。哎，你还是让他唱歌去吧，别在这儿活受罪啊。本来就适用的哈，听您的。哎，爸，我们送你了啊。哎，好，慢点。哎，还有多少？明天见吧。吃完面再干。不饿。是，你不缺心眼儿吗？你说你找一快捷酒店去，也比住那帐篷合适啊。酒店太远，在小区外边呢。万一他要有什么事儿呢？我怕他出危险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啊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其苦。必其苦其心志。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你啊，就是那斯人。我现在不是斯人，我现在离死人都已经不远了。加上您过去这日子过得忒舒服了，现在一点男人味都没有。你什么时候呢？就这个睡帐篷啊，睡的就觉得比住你们家那大别墅都舒服了。你身上就有男人味了啊，就有阳刚之气了。什么阳刚之气？我怕到时候我就已经没气了。我敲门了，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。阿姨，哎。